来，谢谢两位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合影，感谢。小妹儿，小妹儿。哎，我们来一帅哥照照。来，我们可以今天一个单独合影机会。可爱的，哇哦！左边的，左边。中间，右边，好开心。好，接下来要许个愿，起来是吧？来，我们一起许一个美好愿望。好，来，哇，这个愿望漂亮吗？好吗？在我们的中国有非常好的成绩，这个蛋糕要满分就一个火锅起来，这个可以吃，可以吃啊！你试一下，我手指是硬，很好硬哦，是不是巧克力脆皮的？大家有什么心情吗？我想一下，我有请问，请问，我是谁呀？哪个是姑姑？他吗？坐在旁边。好，哪个是姑姑？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好了。这四个娃娃你可以取走的。来，我们再来两位四位说到这个礼物，你觉得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平台分享吗？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，而且今天才正式开始在中国出道，然后发行的专辑嘛。是。到现在为止的歌迷朋友，所有中国的歌迷朋友，都是在网络上，通过网络上来了解我们的。所以你们那么的努力，那么的热情来准备我们这500天来给我们祝福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相信这个祝福会一直下去，这个知识也会伴随着一些今后在亚洲每个国家、每个城市，留下每一个脚印，包括每张专辑都会陪着，对不对？对。陪着 DJ 继续走下去，创下更好的成绩。